做这八角吧，他们有在吃八角吗？没有吧。他们呢？八角，小心不要戳到人了。所以从那边看过去再过了啊。这是那个奥地利棺材板，他们我们台湾的棺材板是吐司，他们棺材板是面包，把它挖洞，然后加浓汤这样。来，请说。现在看一个你在排队，就是奥地利的棺材板。他那棺材板我们是用吐司，那奥地利他们的棺材板就是一个圆面包，挖一个洞，再把你想喝的浓汤放进去，就变成了奥地利棺材板。排队很多人。我是卖酒的，卖酒的，没有，是卖汉堡包，卖宝宝的，也有卖酒的。这是喝酒，员工都在喝酒，对啊，员工也在喝酒。5:30，你经常喝酒，那一堆人就在旁边拿酒就直接喝酒。大家宁愿喝酒，比较爽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手工艺，这样子就很像台湾那种文创手作。啊、嗯，原本台湾就本就这种，不知道，
饼吧，你真的越来越大。有人在唱歌，是吧？姜饼。好吃吗？没有吃过。超级大姜饼。你拿着。不知道。葡萄酒。啊，是哦，一个这个淘宝的书签要是哦，这是艺术，我太穷了。卖吃的吗？哦，各式各样的香气耶，是哦。全部都好店。各式各样的香料。好好。哦，这个 Apple Pay 啊，哦，你看到没有那个爱心？你看到没有？爱心在飞，就是可能圣诞老人会飞这样，应该啦。看一下那个吃什么？对啊，哇，是大饼。哦，我看网络上好像有介绍过。那什么七欧？对啊，那边写的，还要排队，还好，要排队。哦，在上面撒那个气势，我看网上 YouTube 好像有介绍过。的确，做法应该是跟台湾的炸葱饼有点类似。炸葱油饼。对啊，油烟味很重。那还一个嘛，他们是很喜欢的。喜欢啊，很多人呢。淋雨加料啊。他没有没有没有，台湾是因为中国的关系，中国那个把他那个毒都飘下来。对啊，收了很多，不是应该排蛮快的。有，他只专卖被子。哦，这用那个漂亮的。
诞生，所以是圣诞节，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。这个这间跳电了，这个红色穿起来像圣诞老人。类似啊，类似。像红色穿起来，红色穿起来像圣诞老人一样。杯子，各种特殊的杯子。外国人普遍都很高哎，女生都很高。果酱吗？哎，没有，是果酱吗？好像香料盐，香料盐。Aspetti, sembra che possiamo prenotare tante porte, abbiamo 20 euro di buono. Alex! Questo è un hamburger, quindi è facile fare fan, o toi, da un po'. Passa!加料，免费加料，这样子那个，对对，越喝越大杯，这样子，喝不够可以越喝越大杯。哦，这蜡烛啊，然后加那个水果吧，不同大小，不同钱。那么大一个还五欧哎！哦，真的哦。然后你去看那个一袋，去看那个。看什么？去看那一袋的袋。啊。啊，装饰品。可是里面有一小，里面有一个玩具弹珠的袋子。啊。我以为你买的。你知道红酒是耶稣的血，然后对啊，圣血。不知道，可能就他们有习俗，可能就要吃吧。没有，有吃吗？我也忘了。那好多圣诞帽，各种圣诞帽。就是那个，就是酒哭，一堆人在喝酒。对啊，一堆人围在里面喝酒，这是怎么变？哦，这是猪排啊。是吗？发生什么？看起来是猪肋排啊。哦，猪肋排加面包啦，尬面包。这样多少？14欧。
对啊对啊，那边有猪排啊。为什么不行？猪排，热热的。我觉得像那个猪扒包一样，哦，很大块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。是吗？是这个十四哦。上面有，应该有点类似猪脚吧。你想吃啊？都吃饱了。你爱吗？啊，去。那你呢？不吃啊。走走走。就讲。Même que terminé. Ouais, bah si c'est ça, c'est ça. 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冷啊！这是什么？好像。糖炒栗子吗？对啊，糖炒栗子。那个就是应该是马铃薯吧？对啊，马铃右边是马铃薯，然后糖炒栗子。长草栗子加哦，这是洋葱卷。那也太少了吧？应该说叫他来台湾买，变一变的栗子五波。台湾一大包，有没有大大栗子的？好像是四欧还五欧？哦，四欧哟。OK。No? 这是那个洋葱卷，洋葱卷多少？六欧吗？还好啊，十欧才能刷卡，花过十欧才能刷卡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洋葱卷。对啊，糖霜跟那个肉桂糖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好多人哦！你不进去前面看一下人家怎么做？他就是里面那个那个巧克力之类的。它就是面团，然后一条，然后用机器卷到棍子上，对啊，然后就看你要什么口味，对啊，就是你烤一烤之后裹里面，对啊，裹外面，对啊，我说巧克力就裹里面啊，外面，口味就裹里面，要什么糖果放外面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各种的啊，好像是阿华田的感觉。我看了这，对对对，我看到我看到，啊，那就是酒库，大家喝酒。
退休喝酒这样。然后就是那个威化饼，维也纳威化饼。这个蛋挞2欧，还有各种口味耶。听起来郁金香哦。很香呢，都看不懂。要打火机哦，还要卖打火机。What is this? 这应该是里面装的是一样，只是那个盒子不一样而已。不同的东西。那你衣服呢？哦，对啊，各式各样的，还有礼盒的装哦，嗯，礼盒袋也是。又爱这个。那算是。年纪人都买。当然啊。今天那个都买。这可能是这有点是像台湾的旺旺仙贝。哇，我不会买。那就是乖乖。哦，这个有不同的口味，好像看起来不错啊。这是酒啊，那要卖巧克力，维也纳巧克力。我的我们就爱这个啊哈，今天那个热心的伙伴也买了啊哈，不知道你不是有吃过，我分你吃，我没有印象，没有好吃的。哦，这个也排队好多人哦。这是吃什么呢？是薯条。薯条这样子，哎，饼哦，饼，感觉有点像大通饼，还有薯条，一个大饼跟薯，哦，还有加菜，我们去另外一边看。那更好啊。这时候不扣扣要啊，我感觉跟刚刚那个有点认识，因为我的薯条快掉了。那要么这样啊，要加菜的。八的汁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！对啊，那边掉很多啊。嗯，因为现在下雨，就是这边配着雨水吃这样子。去厕所面前吃，你去看一下厕所要多少钱。
0.5 哦。所以可以0.5欧啊，0.5欧上厕所，还是0.5欧上厕所，然后可以刷卡。对啊，对啊，上厕所要刷卡。0.5欧也还好啊，十几块钱，就是上厕所就当做那个清洁费了。啊，大家会一定要吃啊，然后一定要喝啊。那还可以多喝一点这样子。哎，这是另外一边吗？没有，这是出口。我们刚才去另外一边看看吧，刚刚那里。好像有灯，灯会。这两边很多人。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又是酒。嗯，各种酒啊，吃的都很多。那你都不会这样子。我讲，你就觉得爽吗？有那么多？你才乱凶吧！下雨这么多人。下雨啊！圣诞节放假啦 ，Today is Friday， 然后。那你今天在那边抽？不抽。抽烟。哦。女生很多抽烟啊。今天有一个耳机，来这里可以宣传。那么，这样没有人在说哪里可以抽哪个？没有哎、欸，想抽就抽。这好像是那个、欸。哪个？马铃薯。是吗？是吗？马铃薯这样子。我前面绕过去。大饼就是那边淋着雨，连着雨，连雨一起吃啊。真酒呀，超好吃！爱心醋，一堆爱心。爱跟谁来的？你家有。你家有。这是欧洲。你家有，这是欧洲。这是卖什么？那么小，肯定要买。卖什么？白人的皮肤白啊。皮肤看起来都很好，没有那样说满脸痘痘的。有啦，我昨天我看到也蛮多的。普遍，摩天轮，小的。下雨天很多人都没撑伞。
林冲卷。不见了，你又不见了。我在你后面啊，你。林冲前要排队。哦，好多林冲。卷卷卷。林冲卷卷卷卷，哎呦，炭火烤哎、欸。那刚好啊。然后加炭火，这感觉像台湾烤那个烤环煤会没旋转的。没有抹掉。有啊，它抹粉啊。抹什么？不知道，你让可以看它做的，好的，感觉。那台湾的那个烤完煤是用那个去改良的啊，你看他用手工去把那个面皮抹上去，放到卷冲卷里面。这边好像是用烤箱。对啊，这是炭火直烤，有那个木炭香。是啊，上面是电动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把它脱下来。看它圈，那边都好了，直接。就一滚一滚的这样子。它没有直角，就是直角。啊，它就这样抓一手这样子，他们都没有。塑料袋就这样抓一手，下雨就是混着雨水一起吃下去。还好雨水很干净。哇，它就切一切这样。我就没有像它只有一个粉，就没有粉让你吃。哦，它是原味口味。那它烤好就拿出来啊，还没烤好就继续烤啊，就像绣花梅一样。啊，可以，所以可以装塑料袋的啦，要自己装。你变超大、啊。那我妈讲，我最喜欢拍是这么超大。那、哦、我拍完了。你太